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大家金控推出外币高利定存，约定呢年利率是 4%， 啊每个月哈复利计息一次啊，东东现在存入呢10000元，哦10000元就是死的40方了、啊。那他问呢4年后本利和是多少外币、啊、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、哦因为他每一个月复利一次嘛，他年利率的话是 4% 的话，那月利率的话呢一个月的利率多少，当然就是 4% 哈、哦、啊除以12个月嘛。哦所谓年利率 4% 的话就是说哈、哦、一年以后的话你可以拿 4% 的利息。那现在一个月可以拿几趴？就是4%除以12个月嘛，这是一个月可以那个拿回来的利息嘛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把10000元哦存进去以后，经过一个月以后，我可以拿回本金，本金就是一啊，就是1×10^40就10000元，这是本金。加上的话，加上利息，利息的话就是这个是等于300嘛，这是。趴的话就100，1%嘛，4×1=4,32嘛，就300%多少呢？1/300嘛，哦，这个1/300是利息呀、啊，哦，一个月以后1/300×10,000的话，就是一个月以后的利息，那、啊、这一的话是本金，就存入一个月以后，你再把它拿出来的话，可以拿这么多钱，拿这么多钱以后，你马上再把它给存进去。那这个就变成了本金了嘛，那再存一个月的话，再乘以1+3/1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样反复就是拿出来存进去，拿出来存进去，这个就所谓的复利了。那现在的话存几次？他现在的话是4年嘛，那4年的话是几个月？1年的话是12个月嘛，所以他复利几次啊？复利48次嘛，所以呢就48了，所以他4年以后的话呢，可以拿回本利和这么多了，那也就是多少呢？也就是说哈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等于10×40方10000嘛，啊乘以多少？300×301啊，啊48次方，啊你就打一下那个计算机啊。打一下计算机的话哈，我之前有算，这个算出来的话是多少呢？11731.986699997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约等于多少？这40入嘛，11732。也就是说，4年以后我可以拿回本利和这么多钱。